蕉西乡公所今3月13日上午于公所2楼举办资源回收个体业者形象改造及资收宣导说明会，建议辅导及改善其工作环境。配合宜兰县分日分类回收政策，让环保成为生活好习惯。咱的大体的个体户哈，咱的成绩真的做得不错。好，我再来给大家报告，从2008年到2013年，以前咱泉州各位哈，经过恁家己的努力哈，咱的回收量有增长哦。咱的总回收量差不多有718,400公斤，啊，咱的补助金额高达将近要640万。这是那个大家拍跑啊的，那个不好。咱伫个业管层里拢伫咧，咱拢几乎拢伫咧第一名。哦，即嘛是讲咱所有的乡亲，百姓，啊，都加上恁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吼。兼顾咱的权利，咱的乡，咱的国家来做这个工作，我感觉是非常新鲜的一个工作。所以讲即嘛。社会国家进步，咱的资源回收会使搁变卖利用的物件，会使讲吼，愈来愈侪。所以讲，大家的资源回收的个体户总共有37位吼。咱大家公所伫个清洁队队长所带领的同仁吼，大家对个体户的所有的福利吼，非常的。照顾啊，今仔日吼是咱大家公所一年一度的咱的个体户吼的资收的说明会，所以讲现场嘛来了真济咱的乡亲吼，今仔日公所嘛有准备有送着咱的回收袋啊，啊个咱的雨伞吼手套，啊个一领吼非常实用的这个围裙吼。要予咱遮个个体户来使用吼，我伫咧遮嘛要呼吁着咱所有的每一个咱的资收的个体户吼，咱回收的时阵一定爱注意咱的交通安全吼，过来就是讲咱收倒来的物件甲咱的厝的咱的公埕吼，一定爱整理好清气，莫去影响着厝边头尾吼，莫互检举吼，再次感谢讲。大家对大家所有的环保吼资源回收的支持，和大家公所一年比一年成绩更加好，而且和咱大家的所有的大居住的环境愈来愈好，我感觉大家讲这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幸福的。因为你若提补助吼，你就是爱有福利，你也是爱有义务啊，你袂使讲造成人环境的困扰啊。阿伟啊，我会请阮迄个承办的佩蓉小姐吼，伫个咱的个体户群组，把这个三角板卖互大家看吼，有需要就来甲阮请签安尼。啊，以上的迄个宣导事项吼，这五点安尼，麻烦大家配合，真正足拼。啊，是迄个姚大哥，姚大哥有啥物困难无？是啊，迄个靠计小迄个五万，超三万，好是够三万。我恁较安全，吼、所以这些物件拢是应该是大家拢有需要。蕉西乡公所个体户。